上关心讲，诶，当然有当时啊，咱可能咱的单位，咱也拢有当时啊，有啦，咱若要讲天堂见闻，咱嘛有这个西北山的因缘啊，还是土地公求道的因缘啊。啊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咱也无去甲思考讲，诶，真正这个因果关系，就是咱修行学道要安怎去行的。当然，代志来，有当时啊，要有咱心嘛有啦；啊，有当时啊，要有咱大财嘛有啦；有当时啊，要有咱无信心嘛有啦。啊，就是看咱以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有几分的真啊？你的心若有几分的真呢？上天就帮助你几分的真啊！哦，啊，无其实呢，有当时啊。平平伫即个道场咧咧行，有当时啊，人即个难关咧会当过，啊过即个难关就袂当过，哦，毋是讲，当然，毋是讲迄落每一个人的修行意念无同款啦，其实牵涉到咱的心境无同款。我是感觉讲，咧当然，在即个修观道当中，当然咱就是爱去多依归。啊，因为即个方讲师伊个时间都较短，啊，我个简单做几条，啊，咱来听伊个听讲啦吼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不学，什么？不学记得在20多年前呢，经常看在礼拜天呢、啊、看一个电视节目，这个电视节目呢，是基督教的节目，啊，那个节目叫做《天上人间》，那有一个寇牧师呢。他讲了一整故事哈、哦，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他说啊，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呢，有好多的精神病人哈、哦，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很多东西呢，他们都我们认为想要的，他们都不想要。那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精神病院的那个管理者啊，他看到一个患者哈、哦，他呢。经常拿人家的东西，而且呢还会抢人家手上的东西。那这个管理者呢就把这个患者找过来说：“哎，朋友，我觉得你已经好了，你应该可以出院了，已经正常了。”而且听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好刺激啊！为什么说正常呢？因为正常的人都在外面哈。所以，总结来说，正常的人还不够哈，因为正常的人或许有的人还没有正知正见哈，啊，没有正知正见呢，所以呢就不能这个常清常净哈，啊，有的人呢也没有那个因缘可以入所谓的理门易入哈，那后觉最近回来呢，有听到那个。我们的美团师啊说要开设一家正常佛堂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那个辜老师呢、啊，已经把那个对联给写好了，然后去把他邀过来要一要哈、啊，我们一起读一遍。上联是正知正见勤培德，下联常清常净意妙行，菩提是理门易入由此进，哇，这个挺有意思的哈。原来，我们都比正常的人还正常哈、哦。好，那在这一次呢，我们正德书院呢，在13号、14号的时候，有办这个法会哈、哦。那后续呢，就利用这个空档呢，到2楼来串门子，哈、哦。那有很多的这个
讲师啊都聚集在一起嘛，那下课的时候呢就呈现他们的抱歉嘛。他当那个点成师讲完孝道的时候，不是唱了一首非常感动的诗去等吗？那唱完的时还在唱的时候呢，哈，然后觉得呢就看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他长得很酷，就是这个大家认识吗？认识哈，而且其实不认识他，因为后雪在郑姐那边哈，他跟着那个郑姐的前程在聊天，结果那个白讲师呢就走过来，那黄讲师啊，后雪就跟他问好一下哈，我们看看看，刚好在四清人唱得非常感动的时候啊，这个无兄临终啊，也就是白师，这个白讲师也不忘哈，也不忘他就走过来了。今晚好虚歌哈，越修道哈，感情越脆弱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，往往都会痛哭流涕。阿姐就想说，应该不是越脆弱了，应该是感情越来越丰富了哈。啊，阿姐刚开始看他，刚开始看他的时候都不会笑哦。他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他说越脆弱的时候啊，阿姐说他还蛮可爱的哈，他就跟他聊起来，哇，他竟然聊到，因为我觉得以前不认识他哈，他今天在偶然的那个的情况下哈，他就看到说，之前张老师寄一张那个照片给吉康，啊，然后，哇，这个一看，这个吴姐那个吴兄就在里面呢，原来他就来设国台嘛，后来，那天呢我们就聊起来。说那个吴兄呢，就说他少有得志哈，在28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开那个曼谷的轿车哈，他可以说呢是非常有成就的哈。那后来呢，因为生意哈不是做得很好，那他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，因为他妈妈住院，然后孩子要养，他也要生活。所以呢，他就是做，比较不正当的工作，结果呢，被警察抓走了，然后关在牢笼里面。可是他的妈妈依然生病了，后来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回来送妈妈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不过呢，我那时候，被警察抓去的时候，我曾经哈、有一次呢跑掉了，所以警察哈、对我特别的警示。我虽然是我妈妈哈，那天要出殡我回来了，但是他们给我脚镣手铐的哈，然后呢，到达家里的时候啊哈，家里门口的时候，距离三十尺的时候，有人叫我说跪下爬，然后就爬了进去哈，没想到这么一爬哈，哇，全部的人啊都掉眼泪了，他说那时候真的是非常。场景非常的凄凉，他说他一跑的时候那个脚镣的声音呢，就在哔啦哔啦这样慢慢的爬到那个妈妈的灵柩旁边哈，他所有的人都惊哭了，连同带他回来的人也哭了，那个警察也哭了嘛。然后后来呢，他说他本来要关7年多，他后来因为假释，他才关2年7个多月就出来了。我说出来以后有没有更好？他说有，我的姐夫跟我的姐姐哈，就是度我说，李宗啊，爱开会嘛，然后我就求到了。他求到以后呢，他就去开晚会。他开晚会之后呢，就怎么样子呢？听孝道，然后就唱这首《思亲人》。他说他哭了一天，哭到眼睛都肿起来，后来就想到就哭，想到就哭。所以呢，他接着说感情越来越脆弱，不过呢，他后来真的度了好多人呢。他说有一次一个成年人师成年报啊，请他去做他们家的那个建筑物哈，结果呢，他说我最近要办到了哈，他说我帮你度人，结果呢，他就怎么样子呢，度了1万次的人来给那个成年人师点到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他说我
节目既然要放到我也都是这样做啊，有时候哎，这个两辆有两车都有可能啊，我每年都度100多个人，啊，我今年发了一个心愿，今年要突破200，啊，我说啊，你200度到了没？他说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不过呢，12月28号是我的生日哈，我要庆祝我的生日，所以我要放到，还要突破200哈，不写定了这个。哇，真的是，对他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，不知道怎么讲哈，真的很佩服他哈。所以或许呢，就送了一首这个，杨梅调哈。这个杨梅调当然是抄袭而来的哈。这个杨梅调呢，是在2年前哈，金门法会的时候，那个江克士江主禅师啊，他在结语的时候呢，他唱给大家听的，非常好听啊，但是或许唱不来哈。他或许就把他带过去就好哈，或许送他抄来的瑶台送走奏天仙呐、啊，春去秋来不记得，去世消磨一亦不是，焉知故友在眼前啊！原来我们都是跟上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，好，那杨师特别交代说啊。一定要讲一个东马哈朱坚美的故事哈，或许觉得他改变蛮大的哈。他以前呢常常说啊，他对他的母亲哈，非常的不礼貌。妈妈去他们家帮他做家事带小孩，啊，如果妈妈呢有时候态度不是很好的话，他就把妈妈的衣服啊全部整理好放好，然后丢出去，你给我滚！哇，我说。哦，你可以这样做啊！他说：“对啊，我是这样子啊。”然后真的，他的以前的嘴巴哈都是8点20分的，都是这样子的哈。那他的先生也拿他没办法，因为先生是好好先生哈，他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哈。他也自己自白说啊：“我看我老公就像狗一样，哎，我要他往东，他绝对不敢往西。”他是这样子的人，非常霸气哦，啊，他对小孩呢，哈，就是打骂哈，这个经常有的事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他也是很辛苦啊。有一次啊，他说啊，他为了等小孩回来，因为他的老大呢是女生，他经常就吃一碗，等到2、3点才回来，然后他就站在那个马路边等着，啊，等到他孩子回来了，然后就跟那个爱玩的小孩子说。拜托你，你不要玩这么晚好不好？你看我站在这里多辛苦的，每天都等到2、3点，他就留一点给那个小男孩听，后来有改善哈。他一直到了2002年的时候，他去开法会，开会的时候，哇，他就看到那个法会的现场哈，那个菩萨的那个画像啊哈，有那个。光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今天才收到的哈，他自己画的，他自己画的哈，他说他在2002年的10月30号，他参加女性的第一点法会，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哈，观世音菩萨的佛光，这个是第一次他看到的哈。再来呢，那后来第二天呢，老师就接洽哈，老师呢就帮他擦脸哈。可是呢，我们来看他自己写的哈，2002年的12月1号，这个朱坚美呢，法会第二天，老师来了哈，老师来了，然后我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哈。啊，后来老师一个一个慈悲讲话哈。那老师呢？当然是身材了哈，就把他抱过来，就把朱坚美抱过来哈。他接着说身体很烫，因为那时候朱坚美他有骨盆乳癌，啊，结果他说老师这么一抱以后啊，后来他的乳癌就见了，好奇妙哈。啊，然后一边讲呢，哈，一边跟朱坚美擦脸，那时候哭得哇很凄惨哈。那当然他以前的事情，当然很多了哈。那老师就说：“徒儿，以前的事就把它放下吧，不能再回头。那
只是一场梦，哎，每一样都要放下。当然，他经历的事情蛮多的哈、哦。他小时候就被妈妈打大的，所以他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哈、哦、惯用的惯例哈、哦。那老师说，如果你要走，你要走这条路嘛，也就是修道的路嘛哈、哦。那朱建美他没有回答哈、哦。老师又跟朱建美说啊，你要走这条路吗？哦、那朱建美就是你是说，我跟老师说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我的店没有生意哈、哦，原来一般人都是想要赚钱哈、哦，最担心的就是，钱哈、哦、赚不够哈、哦。啊，老师又说你要走这条路吗？哦、一直问，前后问了三次哈、哦。朱建美说，我就我这应老师，我就回答老师，你要帮我，好、哦，你要帮我，也就是帮请老师呢。帮他赚钱就对了，好，好，那么，后学跟那个有一位遗产事业遗产呢，就是李浩全的表姐哈、哦，在2004年发生车祸了哈、哦，那后来先我有讲说啊，他已经回天了，可是一般人都没有看到啊，所以都不相信哈、哦。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，哈、哦，他的心呢就慢慢的褪色，就好久都没有回来佛堂。结果呢，这个表姐的女儿呢，一个叫丽萍，一个叫丽萍呢，就跑去建美的家说：“哎，朱姐啊，你要经常回来啦，好久都没有在佛堂出现了，你要回来哈。哦”那建美就想说：“你们都说你妈妈回天了、啊，如果回天是真的话，那请你妈妈来我家给我看。”哇，他竟然讲这样的话嘞！哈，哇，啊，结果他们两姐妹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后来就跟他讲一些比较家常的话，后来就离开了哈。结果第二天的早上哈，一大早哦，大早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真的哦，他说哈，2005年的那年哈。不知道哪一天啊，早上呢5点多左右啊，哈、哦，这个因为我不相信人死了求道后就可以上天堂，因为佛堂的人说啊，这个一平的妈妈已经回天堂了，啊，你妈妈来我家我才相信，他就这样讲，他自己就画哈、哦，就是因为我们听他的话不太相信嘛，因为他不相信，所以我们也对他不太相信。所以呢，他就画给我们看哈、哦，他说啊，真的有来耶。他那天呢、啊，哈、哦，那个建美5点多起来的时候啊，哈、哦，他就看到说啊，阿平妈妈，你早上怎么这么早就来？我在挂的来啊，哦、啊，那时候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哈、哦，一大早起来就是要冲凉，哈、哦，所以他就身上就披着一条浴巾哈、哦，啊。那个就这样子问阿平的妈妈说：“哎，你那个早就来了。”那阿平的妈妈就是那个遗产室医生啊，哈，他就说：“嗯，好啊。”结果建美说：“这两个是谁呢？哈，这两个是谁呢？哈，他请他坐下来，问他这两个是谁呢？啊，这两个是陪我来的。哇，原来那个医生遗产室回去有人服侍他嘞，两个人嘞，哈，所以那他们对话完之后啊，哈，建美说，哦，我去冲凉，你等我一下。那当这个建美去冲凉的时候，他想说，哎，那个一平的妈妈不是死掉了吗？啊，怎么现在来我家坐着，还带两个人来？他就把衣服再冲出来，然后啊，不见了。我这时候人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赶快把他的先生叫起来说。你超有鬼哦，有鬼哦！然后他就不敢睡觉，你知道吗？看那个门啊，后来电灯都不敢关哦，大概有好几个礼拜都不敢关灯睡觉，哎啊不，也不敢去睡，就坐着睡觉这样子。哎，这个是他自己描述的哈、哦。好，他到了2006年的时候啊哈，他的爸爸一直要他由东马哈，到西马去做事。他们做的是摩托车的生意啊，哈，去那边开摩托车店。结果他妈妈，他爸爸
是有钱，要给他的。他说你如果去西马的话，我就7万块钱给你，7万块钱就等于这边70万了哈。那一切都是爸爸帮你包办这样子哈。他就想说，哎，爸爸这种，这种什么，这么好的看头啊哈，他就想说，哎，好，我去吧哈。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寄过去了，家具啊什么啊哈，都寄过去了。他寄过去的时候呢，刚好那时候，我们的正扁团师有到那边，哎，我学生说，好，就这样子看好了。正扁团师啊说，我们今天请问好比较清楚哈。他跟正扁团师有一段对话哈，这个朱杰啊哈。朱杰离开古晋，哦，这个怎么讲呢？是这样哈，或者我们这样子看这个，就是要到西马之前呢，我们那时候呢，他有来佛堂上一堂课，他刚好是正扁的师慈悲完哈，大家坐下来聊天，他正扁是说，哎，朱杰你要去西马，要去了，因为在东马的话都是熟识的朋友哈。他比较好修行，那你可以度化你这个亲戚啊、朋友啊，哈。那可是那个朱正扁的东西啊，都已经寄过去了哈。他就想说，还是一直要把它留下来。可是呢，他就有点不开心了。他说，我东西都寄过去了，你叫我不要过去，我觉得我家的事你最好不要管。很大声哦。跟那个曾良师这样子啊，跟那曾良师当然是很有修养的人。他说：“好吧，你既然要去，那你就去那边接近那边的佛堂，好好修吧，哈。”那没想到哦，他这样讲以后，他先生在旁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，一直在帮他打圆场，说：“哎，良师慈悲啊，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哈。”他结果他的孩子也都在旁边。他回家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有三个小孩，已经都。我已经10多岁了，这些孩子都听不懂。那回到家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跟妈妈讲话。那本来跟妈妈一起睡觉嘛，都跑去跟爸爸睡了。啊，那天晚上呢，只有妈妈一个人睡觉。他睡的时候，他是把窗户啊、门啊全部都关着。可是当他睡着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有风啊？雨啊都飘进来，然后让他的床啊，让他的衣服、裤子都湿了。然后突然之间啊，有那个流雷电啊，啪啪啪啪从他那个床边跑过去了，又滚了，这样一喊这样又滚了哈。然后他就吓一跳，他赶快站起来。结果他站起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关老爷就来了，拿着那个关刀就哐一下，你好大胆啊！哇，他赶快跪下来，他赶快跪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他自己画的哈，他本来睡着，因为没有人跟他睡，他一个人睡哈。哇，这个雷电从这边走，这个滚过去的时候啊，关老爷说：“你好大胆啊！”他就啪一下赶快跪下来，结果他一看到他一直磕头，关老爷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哇，结果关老爷就看他真的要重新磕头啊，关老爷就走了。跟他一起来，哇！又被他拉上火气哟，哎，他说哦，这个是关老爷的教训嘛。不过他还是过去了嘛。他过去那天呢，并没有怎么样子，并没有很理想哈，生意做不好，他的先生呢，更是过得痛苦的生活哈。啊，我们就一直劝他回来吧哈。他如果说缺钱的话，我们大家好来凑一凑。搬回来，我帮你租屋子哈，他一定帮你的忙哈。结果呢，他也很自立自强，都没有用到道亲的钱，他就自己又乖乖的把所有的东西端船，装那个货柜哈，再运回东马，就自己找屋子。后来我们就建议他说，家里不是，那我们来试佛堂哈。他答应了哈。后来哈，老天好慈悲哦，因为。他亲口了，他先生给他当讲师了哈，他后来就慢慢的进入修行了哈。上天呢，就再给他们一对的儿女，
之前三个那个是还没有来佛堂的时候，就已经长大的孩子了，所以这两个孩子呢，再来的是胎里树的孩子。好，那么2009年的时候呢，他遇到好多的考验了，因为他女儿不乖，就怎样子呢，就变成了未婚妈妈，他就很痛苦。他来到佛堂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人指责他，你看，家里是佛堂，哇，自己的女儿却变成这个样子，哇，他就觉得很没有面子，也很生气。从此之后就不来佛堂了，他就跑到哪里去？跑到天主教会去，去做，然后就不回来了。后来我们还是继续找他，他后来有回来，但是都是不是很情愿的了哈。后来呢，老师他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一直都没有钱啊，我的生活都过不好。”那老师晚上就跟他托梦哦，他说：“啊，你这个人不能太想，你太有钱的时候就不想修道。”所以老师就给你够用就好，他真的都够用而已哦，不能有再多的，就是这样子哈。一直到了今年的2月份呢，天良国王就来了，来带他看，从天上看人间哦，他就看啊，这一家人，你看他们家是佛堂，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却在后面呢杀鱼。然后啃肉，你看哦，你回去要跟他讲哦，我要跟他讲哦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。你看佛堂，仙佛都不来了，都黑黑的。然后他说他回来还是不敢讲，我说不敢讲，我来讲，很大胆嘛。然后再来，他就看到说，哦，有一个家坛。他们家，这个女主人亲口了，但是呢，那个先生呢，一直都不肯吃饭。然后在天上哦，他就看到先生了哈，他的先生呢，一直被那个不知道什么魂啊，一直塞他的嘴巴，塞他的嘴巴，就是塞肉，你要吃就吃饱一点，吃饱一点。那结果呢，塞到这个喉咙了哈。鼓起来这样子，然后他回来跟他讲说，你应该吃素了。可是那个人被这么讲以后，很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原来怪不能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讲的比较婉转一点哈。然后他就看到某一个讲师啊，在这个拜殿上面啊，跪着磕头，磕起来的时候说。哦，腰骨好酸了。他说你以后哦起来的时候不能喊腰骨酸，要充满感恩，要说天父之德。然后那个讲师问他为什么？因为你还能磕头啊，你的人不能磕他坐轮椅怎么磕？他躺在床上怎么磕？你还可以磕，赶快磕，要感恩呐、啊！这样子。后来那个讲师哦，从此不敢说他腰骨酸再酸他就磕。好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他也看到哦，某一个佛堂哈，都蛮虚人的哦。虽然是表面上呢，这个佛堂办得很好，那个度人很多哈，但是呢，他底下的成员都不团结，他也看到这个啊，然后还说，这个当头的人。要改变，好，然后再来哈，他又从这个天上，他又到那个天堂古国哈，又带他去游天堂。他说天堂有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哇！譬如说，天堂古国说，你看，哇！结果他挥手一看嘛，他就按照天堂古国这个挥手，这个方向一看，哇！他说。一般我们看好前面看得比较清楚，后面就看得比较模糊。啊，他说啊，在天上更渺茫，一看都前后再远的地方都非常清楚。每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得到。然后
这个希望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张候选证件的他蛮震撼的哈。他说啊，天龙国就江辉，啊，这边又是朱军哎，他说，这边的是修道的道歉，啊，这边是修道的道歉，都穿着很整齐，啊，非常整齐。啊，这边呢是怎样子呢？啊，他们也是道歉，可是他们修道很用心，啊，啊，出上的这个国徽很洁，啊，啊，有人，但是他们的衣服都不是很整齐，啊，啊，有的被断路，有的被草烫化的。他说：“哇，有人跟蜜蜂，那个蜜蜂的人就是他认识的人。哇！”我说：“哎，你还看到谁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能讲。”哎，啊，我说：“啊，他如果改变的话有没有希望？”他说：“有，只要还没有死之前哦，能够改变都有希望他变回来。”老师说的，还是天然古文说的哈。哇，而且看到这张最震撼哦。这是他画的，好啊，然后那个他们要变的时候啊，哈，本来是人，啊，然后要变成这些动物的时候啊，他们知道自己错了，说，然后就跟着朱建美一直讲说，要好好修啊，要好好修，要存好心啊，要说好话，要做好事，尤其哈，要说好话，记得要说好话。这是我们很重要哈，这个是今年他的转述哈，他就在今年的7月7号哈，我们就请点传师啊从台湾到文莱去办道哈，那我们有10个人从梅里上去到文莱，那或许呢就请了一个存兄叫禅宗哈，他已经10年没有在大岛上出现了。我想说这个大哥哈，应该把他请出来，啊，他请他来开车，因为他的家有一部非常漂亮的车，可以坐8、9个人哈，啊。那后许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可以啊，我来当司机哈。然后许就坐在他旁边，然后后面当然还有好多人哈，啊。那后许就一路跟他聊天，我说啊，这个长中兄，我们哈，啊，另外一部车哈，啊，有一个。叫做朱姐见面的哈，她曾经回灵过天台，她看到哈我们人间的这个修行的道亲哦，她就很感兴趣哦，她就问，那个黄讲师，那个朱姐有没有看到我？我说不知道哎，等一下哈，等到我来的时候有空你问问她，哇，她就迫不及待了，看什么时候有空，她就赶快抓住那个朱姐妹哈，她说朱姐。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我？他想一想，没有。哇，那个几个人好像是怎么样子没变一样哈，哦，坐下来都坐不住了哈，哦。他说，如果我渡人回来，经常回国谈话，有希望吗？他说应该有。结果哈，哦，那个禅宗大哥啊，他就怎么样子呢？哦，回来到梅里的时候，第2个礼拜呢，他就真的渡了。起来求道哈，他也经常买水果初一十五都回来哈，然后就怎么样子呢？这些道亲啊，听他的故事之后啊，就慢慢的哈，经常回来佛坛，啊，他也对道呢更加的有信心哈。那这次这个我们点传师5月份过去的时候啊，他就把那个吴礼超找过来，就是朱建美的先生啊。他说啊，哎，你超你觉得你的太太俊美有没有改变？因为最亲近的人就知道了哈。那个吴礼超呢，吴讲师呢，他是你很老实的一个老实人，他就说有，他太太的肯定哦，绝对没错的哈。那或许就接着说，今年的体型哦，本来是8:20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？变成9:15，那现在通常是10:10，哎，啊，那本来是像关老爷，他后来变成女祖师哈，很有智慧啊，现在有点像菩萨，哎，菩萨的嘴角都是往上翘的，像各位在座的每一尊菩萨哈，嘴角都往上翘的，哎，
好，那后来就因为他的故事哈，那后学期讲说，哎，我们家来设佛堂好不好？就非常容易哦，哈。那后来就附近呢，就有一个临时设佛堂哈。他这个临时设佛堂啊，这个是民主人哈，一个江姐，她曾经来过台湾哈。啊，他们当然很有心，在前年来到我们佛堂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观世音菩萨给带回去了哈。那是时候的就设佛堂。他们家不简单哎，他的家是租来的哦。他已经租20年的家，他是靠那个，捡那个回收来过生活的嘛。他们家是四国堂哈，所以这点呢，哈，值得让我教会学生真的跟他一起共哈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师母的刘氏佛堂哈，而且刘世民刘讲师呢，他一向都是很尽心哈，他经常回福州。啊，在他们祠堂那边呢，他准备呢成立一个讲堂，这个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前途啊。再来是市里街的一个薛氏佛堂，哇，这个薛氏佛堂呢，这位谢兄呢，他家呢，这个佛堂原本是车房啊，他把它弄成儿童读经班。啊，后学一看，哎，儿童读经班前面我们来设佛堂好不好？他说好，哎，他就设了哈，很容易。那这些孩子啊，都是本来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去读经的哈，后来现在都变老师了哈，现在是读经的老师。那个佛堂开一班，他们家也开一班。再来是啊，古晋张师佛堂，这个就是跟后学一起撞车的表姐的女儿哈，啊，她呢，家里设佛堂，这是她的先生哈，一个长兄，他设了佛堂之后啊哈，后学在梅岭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后学，11天以后啊，他讲师，我的孩子打电话给我了，叫我妈妈，我好高兴哦，因为他前面有一段不美满的婚姻哈，所以离开了，他一直他在寻寻觅觅找。后来他生活堂之后啊，竟然在 FB 上面啊，他们联络上了，所以他很开心哈。再来，这个美女张师伯堂，后雪一直，其实后雪对他们家里哈，存钱蛮多的。后雪记得去他们家40趟，他们都没有把我赶出来，所以我就继续去。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给后雪一杯美露。所以后学喝了40杯，大概3年的时间吧，大概3年的时间哈。后来，小庄好像是去了，后学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赶快来啊，来求道啊！”但是他们不来，后学就开车过去把他们载过来哈。他等他们求道完之后，后学当然很高兴，把他们载回去之后，赶快到那个徐伯妈给哈买2桶最大桶的那个美露送回去。然后这些年来哈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家来设堂了哈。他刚好他们有一个女儿哈，叫做张慧娜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要亲口。”我说：“你才18岁，不可以亲口，还没嫁人，很难讲。将来万一你嫁给了先生，让你吃素的话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18岁，我可以做主了。你现在是大人了，不可你不给我亲口，我还偷偷跑去亲口。”妈妈、爸爸都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说。而且你要结果，我们家就来设堂了哈。可是我有一笔钱哦，10多万收不回来，十多千呐、啊，就是5台币10多万哈、啊。他说王老师，我那笔钱收回来，我就是我。我说你先盖，你先盖我堂，因为他盖在那个因为他怕里面呢、啊、哈，那个有那个香烟呐、啊、哈，会把他的屋子弄黄了，所以他就另外盖一间。我说。你就先盖啊！他说没有钱怎么盖？我说你先盖，老师一定会给你。而且就这样子哈、哦，他这样讲出去了，他在家盖，可是我老师都还没有给我。我说慢慢来啦，慢慢来，老师一定会给你的。他等盖好的时候，他说他连模桌、连模具嘛，还有那些砖块啊什么的哈，说你花多少钱？9000块，大概
就是等于我们来宾九万嘛哈。他说啊，你要盖门啊哈，就是这个门，你要门啊，现在没有门啊。他说他应该是没有钱，他不敢讲，所以就没有弄门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有一天啊，下一个狂风暴雨哈，哇，所有的雨水就飘进去那个箱子，他那个箱子竟然喷水，你知道吗？喷水。然后啊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水，他水不是钱吗？然后他就买马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买他家的那个他自己开的那辆车的号码，他买十张，一张是一块钱，啊，一块钱他买了十块，结果中了多少钱？大家知道吗？中了十千。我说，哎，你的门可以盖起来，你看哦，亲，我把你们的钱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会赶快把它背起来。啊，这个就是那天呢，哈，就是他的太太跟他们一起去哈。还有这个温室罗唐哈，这个温兄呢，哈，他叫做温东兄，他本来是打鱼的，他太太吃素好多年了，一直呢就说我们家还是罗唐好不好？啊，刚好他先生说，哎，如果色果糖我的眼睛哈能够好一点，因为他眼睛受伤了哈，我就来色果糖。那我就跟他鼓励说，会啊，只要你天天礼拜的话哈，上天不负苦心人，他很专心一点磕头哈，他势必老师呢哈先我应该会帮忙哈，不过你要有诚心呐哈。那结果他答应色糖之后啊，原本他是在赌鱼的，后来他去抓鱼了。所以我们很恭喜他，你知道吗？中不到鱼。啊，这个是朱氏罗统啊，朱氏罗统就是这我解释看一下，他们叫哦对，啊这个对，朱兄哈，朱兄呢，啊这个是他的太太，也就是表姐，跟后姐一起放生最小的。那他很有体悟的哈，他觉得道很好，所以他的心一直都没变哈。他先生在，他的先生在那个也有显化哈，很多事情都有显化，所以他说好像有一天哈，他开车去撞到一个阿伯，结果他们的挡风玻璃是破掉的，结果他想糟糕了，这个阿伯呢？就把他送进医院，他想说糟糕了，可是后来去看他，那个阿伯竟然好起来，啊，那个是一般人，啊，阿伯就说啊，我哈，那阿伯的家人就说啊，我们家里的人都来照顾我的爸爸，啊，我们都没有饭吃，那这个朱兄说。这样子，我拿100块给你们吃饭的话，那个一般人男主就说好，他就拿着100块去吃饭了，哎啊，然后朱兄就开车去修那个挡风玻璃哦，结果呢，那个修配厂的人说，你这个是怎么撞的哈？怎么玻璃怎么变这么一个凹洞这样子？他不敢说他撞到的，他说前面有一部那个劳力车哈，大卡车。带着那个很大的石头掉下来，所以弹到我的这个挡风玻璃来。原来他是说谎话哈，啊，结果后来那个阿伯竟然出院了，哦，竟然出院了，然后他帮他付100块的医药费了，所以他撞到一个阿伯才花200块的马币，哦，后来呢，他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呢，看到阿伯在旁边吃早餐加面。你现在好吗？没问题啊，都好好的。他其实说啊，他这个改变太大了哈。当然家里也有很多事情哈，他都老师都非常的帮忙哈，所以他也就怎样子呢，就试探了哈。不觉得时间到后期，九点现在哈，或许如果超过要把大姐要把它拉下来，可能忘记。好，那么。再回来我们来讲，后雪2004年的时候啊，在梅里发生的这个车祸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。那老师那时候来了两天哈，
就做了这个信中性哈的倒置哈，这个倒置的信中性啊，这我们看这个乌龟不走，岁月如流，长地风尘又万秋。乌龟就是科学去查哈，是太阳哈，地柱就是月亮哈，是一天过一天哈，一天的过了哈，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六万年哈，金银一坤。瑕疵美哈，精雕细琢性风格，就是我们修道哈，不要有任何的瑕疵哈。还有这个性中性呢哈，到这个性中性，学理自用，造福社群，君子不器，广博无垠，切磋琢磨，温故知新，步步高升，壮志凛凛，顺缓并进，和天得人哈。然后老师做了这个性中性之后呢，啊，还做了一首歌哈。调去摇篮曲哈，他这个老师呢，要我们说了哈，好好的修道，大家呢，哈，将来都能够平安两面回哈。当这首歌唱完的时候，老师就端了一杯，有一个讲师呢，就端给老师一杯水哈。那老师就说，有没有人要喝水呀？哇，好多人，那时候有大概100多个人，将近200人。都没有人要喝水哈，啊，我姐就是想说，哎，没有人喝，啊，老师说要送水给徒儿们喝，啊，我姐就说，老师徒儿想喝水，他说，老师很直接说，好吧，你就端去喝吧，啊，我姐从老师的手哈接这个水过来，一口一口，又传呢哈，他老师都，哦，也传，对呀，很害怕，打从心里面哈，一直颤抖起来哈。他那个一杯水哈，拿到嘴里面还是唰唰唰唰哈，因为我才喝进去几口这样子哈。啊，喝完之后啊，老师劝怎么说？你看，如果你怕不怕死？哇，那老师那很我解围哈。他跟姐姐，如果老师问我们问你说你怕不怕死，那时候你会怎么讲？对，那时候就是同学的答案。对，可是后学这个心里面是错大那样哈，他却据说不怕死，好为兴奋哈。然后没想到那个12天以后就发生车祸了，就在17号那天发生。啊，其实照片两个人都反悔哈，只在家冻结的那样。啊，然后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刚好卡到了后学这个地方。这里还有疤痕嘛？那时候几乎啊，眼角、牙齿，哈，那个牙齿，还有那个里面的洞，还有那个泥这里哈，然后这个牙齿前倒，它就先裂掉，前面已经过了一年了哈，哎，牙齿，哇，这个真的很痛哈，然后在那边的时候，那个医师哈，把过去用了。线小的钢线穿进去牙龈，然后上面下面，一颗就打一个结，然后用那个片剪剪断，哦，那个都是姜姜呢，它都放在嘴巴里面，它就一动，哦，里面都是血，哎，这样子，它讲话是这样讲，它吃东西是用那个吸管，然后。从牙缝里面吸进去哈，他讲话真的是啊，会吸，很崩溃的哈。他颈椎就不对了哈，然后锁骨这个地方就断伤的地方，然后肩胛骨就来那个咬那边，所以不可以这个去嘛，他有风盖个哈。好，他肋骨这边断两只，这边断一只，他胯骨把它歪了，他尾椎里面跳过去。所以那个皮啊，后面的皮还补了好久哈、哦。还有那个，如果不是开车的时候，不是右脚踩刹车加油哈，那个完那些血糖都有嘛，要紧跟他聊，他一出来，然后那个十字韧带的前那个前面的那个韧带，因为韧带断掉，所以我姐姐很重要，很小心，不然就会跌倒。然后脚踝这个地方也破裂了哈，
所以整个右半边呢、啊，几乎都快解体，都几乎将近解体了。好，那第二天的报纸就出来了，了解走了，然后血就是怎样子呢？啊，这个好像昏了哈，昏掉了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右边这个男生呢、啊，他坐在出血的左边，啊，满口都是玻璃，因为那个。玻璃的碎片嘛，啊，这个妈妈呢，这个妈妈哈，就是那个杨讲师啊，因为她个子很小，就她坐在孩子的后面，她就塞到孩子的那个哪里去，那个座位底下去哈，所以报纸刊登了哈，一死啊，二伤哈，好，那这时候水就林敏就因为被卡在里面嘛，林敏就走了。老师就当场就走了，然后老师这时候去看到老师，啊，老师就挨亲戚挨到后雪旁边说：“徒儿，为师要带你回天。”那时候后雪还异想天开，不知道自己死掉，就很高兴嘛。可是看老师并不是很高兴啊，老师好像仇恨了，然后再挨亲后雪一步，我为师要带你回天。哦，这时候后雪才想到。啊，那回天我不是死了吗？哦，老师不要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能现在回去。哎，就跟老师嘛讲了好多好多要求的话，这个赔礼道歉啊，老师这个所有生老病啊都还不尽圆满啊，然后爸爸妈妈都老了啦哈，然后如果现在死掉的话哈，这个马来西亚道歉啊，他们的心会跌到谷底，相对的台湾的道歉也会受影响啊，那会现。是你不仅努力，或许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亲戚都是讲情讲义的人，我们才会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师就两个人就跟着后雪两个眼睛，好像是后雪姐有希望啊，所以就老师就把我带回来台湾了哈。那时候就借笑脸笑，笑脸在那里，我那天后雪遇到白石坤白讲师的时候啊，哈，他跟后雪寒暄了好久。他说：“哎，我那是我就行哦，你就会笑姐哦，看来啊，笑姐那喉咙哦被你喊破了呢，哦，啊，他好久好久都发不出声音来，啊，你敢睡多久？我呢，看精神都无呢，我呢就变小，赶紧看电话给笑姐吧，笑姐不起啊，我问呢。”真好，感谢呢，就讲啊，无感谢说多谢，啊，就是感谢说多谢嘞，吼，安尼笑起嘛，啊，就欢喜了呢啦，吼，终于有道谢恩来吼，我唔是做生意啦，吼，不要去白讲是这礼貌呢，所以他们生意做较好嘛，是无，唔是讲无原因的吼，像我们这样做嘞，我觉得讲了以后吼，心里就舒坦多了吼，好，那12月20号的时候啊 ，SOS 啊。一个护士，一个医师，就会去把后雪打包回来哈，还等先生啊、孩子啊接后雪回来哈。好，看到这里，这里后雪来阐述一下哈。到梅里机场的时候啊，后雪待在那个救护车上，那就有一对夫妻上来，夫妻一上来的时候就跪下来，跪下来大哭，说你们是谁？我是把你重伤的那一个人啊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怎么补偿你？然后选的时候的心哈，我想每一个人的心哈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在那个伦理12章里面呢哈，真老夫子不是说一句话吗？鸟之将食啊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亡啊，哈，将食，其言也善。所以那时候讲的话，哎，还不错呢。或许讲给大家听好不好？你们不用伤心，不用赔偿我，这样不好听。哎，你们不用伤心，不用赔偿我，我只希望你对你的爸爸妈妈孝顺一点，我只希望你对你的孩子好一点，对你的太太好一点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先生竟然大哭，这个太太竟然大哭，我就想，你们这两个人对同学被带来无盖乐，带来看见人在哭，就看到在倒下了没有？然后后雪跟那个嵇康哈，后雪的先生都安慰他说，他没有撞石哈，
应该还可以再回来，你就不用伤心了哈。结果呢，那个我们送到的那个先生啊，他就怎样子啊，从口袋里哈掏出了一把钱，然后放在不学的先生的手上哈，他就这样子。阿吉康哈，他算是老实人了哈，他一看，啊这个就麻痹，他带回去台湾也不能要，你带回去。他就在想说，哦，孩子你两个啦，我今晚买要赢啊。他结果后来就怎么样子呢？就他们就走了，然后或许就被运上那个飞机了哈。那运到飞机的时候，或许就是说，哎，马来西亚人哈，没有我们台湾聪明。怎么讲呢？因为他们的智慧还是现在广东人怎样，马来西亚人。上飞机的时候，哈，那个一百六十几公分嘛，我们搭飞机的时候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90度，啊，90度再进去，结果我觉得那个地方不能90度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怀疑查明，但不要紧找啊。啊，所以他们就把他解释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到外面真的是痛到快要晕掉，你看进去。从美里哈上了飞机进去一次，他到 KK 到那个雅迪哈出来的时候再一次出来，哇，那这个差一点都晕掉。然后再转机哈，从雅迪又到台北的时候再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我在想说，哎呦，阿明下到台湾的时候会不会再来一次啊？或许差一点点，他那个在机位上啊哈，就让拆了十二个位置掉。就用一个平台把后血放在上面，他就心电图啦，哈，氧气罩，那个医师也是很担心，这个人有这个开口性的那个肋骨啊，哈，这个断掉。那最怕的是气胸啊，万一一刀乱流啊，插到内脏就完了。所以他很紧张，常常来看后血嘛，那就看那个机器啊，叮咚。哦，你第一就没有希望了呗，一条线就走了呗。啊，所以，啊，后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台湾人真的聪明，台湾人会打开哈那个安全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安全门的危险空间就大了，对不对？或许就不用被关起来，这样好些。送到那个救护车上面哈，他就其他人就怎样子呢？就坐在上面，啊，跟着那个护士医生，他就爬那个路肩，不觉得女儿在上面说，170、180，他一下子就到了中山医学院哈。是12月20号，刚好是圣诞节哈，圣诞节把护士订回来，哇，护士那时候眼睛只有一条线的哈。他有看到好多人，看到好多人，他也接到一张好大好大，大概是医生的卡片吧，那个圣诞卡，好多人签名啊，而且还保留着，结果回来还是要照样哈，再扫描一次，再检查一次，哇，那个人真的是很折腾，他其实或许都不能放了哈，一直到第二天，那个眼睛只能看天花板。然后呢，上九点的时候，隔壁床的一个太太，啊，因为我是两人床的嘛，她去开电视，或许就听到雅琪大海啸、南亚大海啸啊，南亚大海啸多少人死了，多少人不断的增加，哇，后来到10几万人，记者嘛做了一个结论说。所有的客机哈都计在3万回到自己的国度，我觉得他们家很寡寒的，虽然都去地方跑掉了，还考回来的。老师，你好慈悲哦，让我今天能昨天能够回来，就差一个晚上而已，我就不来，因为雅琪大雅现在是7点多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或许是12点50分才到那个中山医学院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哭啊，一直到了。12月30号的时候啊，那个刘荣东医师啊，神外科的医师，他说：“哦，
今天好像不对哦，你要送进去的核磁共振的再扫描一次哦，它就被送到地下室了，推进去好像太空似的那扫描机，啊里面很吵，但你们在座的没有人进去过，没有啊、哦？明白明白，或许哈就。今天是哈，我们在做什么拍这电影？什么折腾到不安哈？啊，上面去哦，啊里面很吵，叮咚叮咚叮咚，我什么忘在刚出来了？他就一直在想说，老师啊，你要让我活着，我好多事情还没办哦。如果我能够活着出来的话，我就要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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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我就在不断的许愿就对了哈。啊，后来哎。这个医生看到那个报告之后，那扫描出来的报告，马上找苏吉康说：“孙先生，你看他要马上开刀，因为他的颈椎第五六椎的地方哈，有点问题，而且开始浮肿了。如果没马上开刀，就怎么样子，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吉康就马上请自然就送进去。他、啊、开了一个多小时，那个医生呢哈，就出来说：孙先生，你看看哈，那个五六椎的。”椎间盘呐，哈，破掉了，撞碎了，然后去割到主那个中枢神经想管了一条，直接要推下脸呢。如果那个皮没有连住的话，就是植物人的啦。阿雪先生差点没有跪下来，说：“医生，你一定要高抬贵手哦，啊，缝缝补补都要把它补回来。如果万一怎么样没有关系，那由我们自己来负责。”啊，医生就。当然，他出来讲这一番的话，就是叫我们心里要有准备了。万一因为手术绝对没有百分之百的嘛，否则的话就不用写那个切结书了嘛。所以医生就进去了。那后学，开完刀，然后就出来到病房休息嘛，一直到了五月四号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可爱和蔼，非常有爱心又仁慈的演讲师。宝仪姐去看后续，她就说：“王姐，我感觉你很痛苦的，我很痛啊，我说嘿，你看我还要请你儿时慈悲哦，我会当请你万圣节万讲师来跟你讲话的，因为你嘛以前哦，听到我的话去红动的，我到内容多的嘛，啊后来我也嘛提出这种嘛很痛苦的，我请他哦，我经过你儿时，我请他来，他说好。”他第二天他就来了，就在一月五号了。万讲师我来了之后啊，哈，哇，跟后学讲说他缝了多少针哈啊，然后他有多少痛，是想说，哎，对哦，不止我一个人这么痛啊，他应该比我痛。后来我才想到说，我所有的人哈、啊、都说自己最痛，别人都没有那么痛，对不对？后学结论就是这样子的，好像去医院。而且都说自己最痛哦，啊，后来又想说，那你这样痛下去啊，应该要跟那个痛结合在一起啊，哈，他就告诉自己说，要痛啊，哎，他就特别爱嗨样子，他心里就比较平静了，他蛮困开一点哈，啊，结果啊，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，台北竟然来了一个师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师姐，我喜欢你哈，然后他就来的时候就怎样子呢？他好像亲眼眼见他的脚一样啊。然后就，好像吐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走了好多圈，老阿公，你要一条灵魂，你马来西亚回转来。然后就觉得啊，这马来西亚回来，啊，我还很担心。啊，你也倒卡是不是吧？阿公，哎，倒卡吧，因为那个交叉神经嘛，哦，他伤到这边是麻的嘛。你看，我怎么看到？你的倒卡拢吼一定规甲咧破掉，吼！我天哪！然后我是真的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，那怎么办？那时候啊，说那怎么办？我钱这么快存，啊，多少钱？就是多少钱？三万块。那时候我们家是没有什么钱，可是遇到生病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亲戚也要进来了，所以。那个健康的口袋是鼓鼓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说，你看，然后他健康重点，他说，等我回去问妈妈一下，妈妈如果说好，我们再给他，说给他，因为你急了头一样，
就想说我赶快好讲，因为他讲的我写的症状都一滴一滴嘛，然后写的说停啊停啊，其他没卖给他，他就把3万块拿给他了。他那个师姐说你还要回去拿一件他的衣服，然后回去还可以帮你换把试纹啊，那个叠的叠的更甜，哇，甜你的还没有。今天那个幻想师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多么的平静哦，想说这样子我已经跟痛结合在一起了啊，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那个师姐跟我讲了以后，我又感动不完，怎么给我跪跛掉哎，哇，一条两条的，我心里就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又开始睡不着，真的从那个时候就睡不着啊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哎，陪着道场吧。有点道亲啊，来了三个人，来了三个人，一个说，我们哈道场上面昨天跟今天哈是开完法会了哈，啊，那个蓝姐姐现在有来接洽了，啊，他叫我们说哈要来中山医院哈，第几楼啊，第几号病房找我一个人哈，他们就来了嘞，他来了以后有两个人，他们自我介绍到。他们道场呢是前道是翘首是三才哈，他两个来了，他一位是办事人员的一个陈姐哈，啊，他们三个人或许看起来都修得很好，其实我学的时候只能用这个眼睛的余光哈来看他们哈，啊，结果他们讲一讲之后啊哈，就说老先生交代的，而且还带老先生的交代的那个进场过来哈。结果一下子之后啊，一个教授哦，他是英文老师，英文老师他后来跟我就接洽了，接洽他把衣服脱掉哦，把他的外套脱掉，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哈，这段参考用就好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相信，好吗？不一定要相信啊，好，因为后学讲给。讲给我小姑听，他说怪力乱神，哈哈，我说好，那就听听就好了嘛，客气点就听听就好，那就看一看就好了。那时候我录音下来，他也不知道谁去按那个录音机嘛。好，那古婆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要了一点水，然后好在那个病床旁边撒。入睡哈，然后还跟护士定气，因为那时候那个气的不通啊。我记得前一天哈，我们那个疗讲师啊哈，郑贤大哥啊，去帮护士打气，哇，一千点都帮忙发来了，一千太屌了，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这个补气啊。然后那天呢，补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帮护士，这个百会这边按了一下，好用力哈。他从弦管，然后从痰中这三个地方哈运气。后来第二天，那个刘大哥啊，胖哥来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，都通了，通了。”我姐只是笑一笑，没有多做几次，因为那时候牙齿绑着也不方便嘛。所以他我们就说了哈，然后他还跟金芳调气哦，他说：“你的肝脏不是很好哈，他最近还要多注意多补血哈，否则会有便秘的情况。”然后我就说，身心重新做调整哈，因因果果在世事中结下，你在因缘成熟无限，来一桩就少了一桩哈。积善之家必有福气，修善之人必得善神相助，善神相护，修身积功是必要的，坏功一定要清醒，内圣要开悟，内修醒悟，身参。里外合一，相信关关来招解，也必关关来度过哈。然后你们都是上天的精英部队，就是讲我们的哈。经过这一关，相信未来的路会更加的平坦哈。哎，我走了哦，我走了哈。然后或许就跟他说再见嘛。那时候手还举不起来。啊，后来三太子来了，哇，三太子来了，一样是那一个翘首。哇，那个红红红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快乐，阿姨都，阿抬起来，阿抬起来，哈，抬起我先生，抬起我先生，阿是要问台，是要欢喜啊，真的吼，都连来咧讲欢喜，哈，哎，当时他只是说，修根哈，修到遭受灾劫啊，
像你在变形安卓，就是啊，你在变形安卓哈，一个观念改变一个人的思维，改变一个人的作为，改变他的一生哈。那我们讲哦，健康是最大的财富，留着青山在，怕没柴烧。哎，咱们母子是啊，用胃口口很乐观的，然后他就跟就护在鸡汤的耳朵旁边讲悄悄话。虽然讲到了悄悄话，后学也有听到哈。他说：“哎，挂几挂几哈，我会拨一些钱到你橘子去。”后学想说：“你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橘子哎，就想到那个干妈的，那个橘子是什么橘子哈？啊，我这大半个问题的哈，俗到哈，唔免三万块，我来两日我悄悄的哒。哎，你真耐心哦。”很巧哦，隔壁那个阿嬤哦，伊都请假，啊，伊阵六点来时吼，迄医务人员拢去食饭，啊，剩阮两个伫内底，哎，我们先我真的很会挑时间吼，啊，不过人家还是一文好意啊，就是那个台北师姐哈，还是要谢谢他，否则吼，以后唔知要叫我讲偌济人才，啊，就是先打预防针的啦，哎呀，然后他鼓励哦，保持一颗初心哦，生病受伤还有地方可以疗养。还有那么多人来看你呀，哈！还有仙果的加持，哎，真的那个菩萨就帮我血运气啊，哈，安排帮吉康调理身体啊，哈。那他们那边就是雅琴大小那边啊，他们可没有哎，哈。所以你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，哈！能得到上天的厚爱，你们的愿力不浅，就是讲我们的愿力不浅，只要修道，那道的人都一样哈。那真道真考古然你有请无请是尊机哦，这时候三代直接问了，啊你们有没有真根基？当然要赶快说有哈，啊有根有真根基就有福气啊哈，没有真根基呢就没有福气哈，这个叫做因缘哈。那好，我已经在外面等我了，我们要去南雅那边大海啸，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去处理，好有空我再来看你哦，而且就很开心。而且想说，我这个手不会动，勉强起来啊，他就说，啊，你的手会动了，再举高一点，哈，就赶快练好了，然后就尽量举高啊。然后他就走了，他走了之后，也是他们的教授，就技工老师来哈。技工老师来的时候，哇，就变成老师的样子哈。他老师当然就是非常慈悲的哈。他说啊，经过一番风雨的折腾。换来一场清醒的大梦，清醒了，如果你就更明白了，生死交关就是一瞬间而已，一瞬间，一息之间，天堂地狱就在你心中。你今天能够如此，是因为累世累劫自己还有深厚的愿力跟功绩，功过相抵，为师。还能够把我拉了一把，为师这一把不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如果你之前的功做得够，今天才能够在这生死劫交关之时，还能够平安脱困。不学唱歌，不学的孩子，因为以前孩子会说：“妈妈，你老是出国，哎，都没有照顾我。”说孩子，你看我现在看这个老师的新闻哈，啊妈妈很多催哦，嘛是替我吃，可能你台湾嘛是细体的哈，可能他在我出门哦，比较专心办到，现在还能在呢。万一那时候没有出门哦，在台湾死掉的话，老师也无可奈何，能够救我哈，可能哦四月四月怎么清明节时，你来提几个啊，去妈妈呀拜拜啊，红哎呀，那妈妈会痛啊会痛哎，啊除了。到除了救灵性，还可以救劫；除了救你的个人的慧命，也可以保你身家、全家都平安，是不是？不觉得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。好，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、挫折，千万不要打退堂鼓，也不要却步。不觉记得2008年的4月13号，吴光会。开了一班非常大班的那个台语组班，1300多个人参加，不学去参加，因为第二天要出国的时候，不学爸爸住加护病房，好，剩下5分钟，
数家入病房，然后后续去看他，医生说要插管，然后要我的要后续的哥哥签字，后续的哥哥问医师说有多少希望，一半一半，如果没有签没有插管的话，可能就是等时间。那这时候哥哥就说婆婆看吧，就签字了，然后不许把头低下来，要是我的话就不可签，因为那是很痛苦的。结果那个医师进去了，半个钟头之后医师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所有的家属都坐在外面，一起看着医师，然后心脏还在蹦蹦跳，然后这里面有几滴的血，而且对着医生喊着说：“我可以进去看我爸爸吗？”“不可以。”然后我就被镇住了，而且知道说那个插管很好处，后续的爸爸虽然被手脚被绑着了，但是那个是相当挣扎的，是非常痛苦的，就好像杀猪一样，很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。之后后续的大嫂问我说：“我高兴要再去搞，因为下午后续就要搭两点的巴士去机场了。”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打，我没有回答。然后姐姐比较有智慧，大姐就跑过来说：“君妹去吧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爸爸的事情我全包了。”然后雪就背着爸爸回到家里，回到佛堂，献了三炷香，一千颗手起来之后，我那个香一直咚咚咚咚，后来就出国了。每次眼睛一打开就想到爸爸，眼睛要合起来也想到爸爸，他打电话回来：“姐，爸爸现在怎么样？还在加入病房？”怎么样呢？还在家里吗？几乎天天在家里吗？一直到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，不许不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刚好那时候在上网，就打一个电话给吉康，还是在家家里吗？我就写要给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如果是某某某爸爸在哪里来，来南投的署立医院哦，现在他的病情怎么样？老师，你一定要做主啊！如果他有办法在这个沙拉越啊，继续安心的办事情啊，好，老师，一切你要做主啊，就写了好多好多请求的话，我就把它丢出去。我在想，糟糕，老师的 email 那个网址呢？就是我目前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啊！后来就把它打进跟婆婆，丢出去了呢，还传出去了。对，浅浅，老师有没有收到？有，绝对有收到。一直，后续还是一直在等到五月八号的时候，吉康自己打电话。今天我告诉你，爸爸回家了，哇，多高兴！他才跟我讲说，跟你讲哈、爸爸是从加护病房没有经过那个普通病房休息就回家了。我在想，老师啊，老师，你一定在我爸爸身上做了好多的功，谢谢恩师慈悲。或许你接着说，这段一定要讲哦。你看，除了救急救我们个人的规定，还可以保我们全家人哦，一切平安顺事哦。所以各位姐姐，道哈是对的，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哦。好，再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哦，重新整顿自己，啊，将大道无常之事。救解救人之事，你要好好的阐扬阐扬哦，让这个天恩浩荡不只是在课堂上啊所提，而是实质流入于人间。所以为师今天也是让徒儿您放心，一切事情就交给上天哈。老师讲完之后哦，老师来好啊，还没讲完哈，顺顺的修行还是得靠自己的哈。好，那老师。讲完之后，他还拜托那个我们的何仙姑来了哈。何仙姑来的时候啊，他说我是受了济公活佛之托，降至东土哈，特地图闲师一程哈。小仙用手中的莲花来治你的成见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担一点责任嘛哈。这个肩胛骨真的是很难调配哈，那就帮过去整理一下哈。他就说，用如
子之心哈、啊，就是用那种啊爱心哈、啊，更加或沙老爷，写进去沙老爷是什么东西？后来听了好久好久，哦，沙老爷就是沙老爷吧哈、啊，更多的有缘之众生和哈，然后觉得跟他说谢谢，辛苦之类哈、啊，闲事没理哈，小仙就不再久站，那就退了。好，以上呢是跟各位请写哈分享的这个部分哈、啊，那或许就分享到这里，讲座的地方坐久的心有慈悲思罪，那各位讲师各位请点多包涵，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家庭美满哈，当我讲谢谢感恩，有空到马来西亚来菩萨哈，谢谢。感谢天师的